曾婷因为拍摄旅游节目《二亿人的世界》去了南非的莫桑比克，她说她之前都很担心的，最得人怕是可能有伊波拉病毒啊。去到之后见到当地人民生活的情况，就令她觉得自己生活在香港真的很幸福啊。我反而觉得自己会幸福和很幸运的就是公司会有一些这么特别的地方给我去体验，这个真的不是公司要我去我是不会去的。但是去到的体验的话，我觉得是就算我跟大家说，你真的要亲自在那里见到那个小朋友是这样的眼神望着你的时候，你就会我就会很好记住。但是我去到当地医院去拍摄的时候，都是见到一个很小的小朋友骨折，他喊个喊声令到我那一刻是走不一边流泪咯。但我又不敢跟 crew 说，那时候我想出去透透气嘛。提到早几日遇到交通意外，虽然事件中没有人受伤，但就吓亲男朋友了。我都打电话去，咁啱佢又冇听唔到电话，咁我就打翻公司，就同公司嗰人讲话，你帮我同佢讲我撞车啊咁咯。咁可能佢好紧张嘅话，但听电话见到我又把声，我话冇，只不过即系即刻解释翻咧，系我撞咗车，不过系撞咗架车啫，真系。咁但我系唔识点处理，咁所以又要即刻打俾爸爸咯，因为都系我第一次遇到咁嘅情况。